我们到机场，我们先去那个华盛顿转机，然后再飞台湾。4:05，他们4点上班。第一次来机场要排队，我不是要等工作人员先上班。飞吧飞吧，那边见吧。我觉得还好哎，我很喜欢。OK， 喜欢就好。我因为每次来墨西哥都很开心，因为就是很暖，和加拿大比起来的话。然后这边打车，如果你买这边有个叫 Speed Shuttle 的话，现金是60块钱，刷卡是48块钱，所以说大家记得要刷卡哦。我们到了，这里太美了，哇，好帅哦！帅是帅，但是。这就是所谓的豪华吧。要我们先去吃点东西，好啊，我们现在要去吃点东西。嗯，超级饿。好多菜啊，我感觉我可以都吃一遍。还行，来两个，开吃啦！我觉得这里很适合我，就动不动过来吃点，动不动过来吃点。它鸡腿还不错，寿司嗯可以不用喝，鱼还是比较新鲜的，筋比较多。香肠怎么样？还行，面面的。排骨好吃，烤鸡还不错。仙人掌，哇又好吃，意大利面好好吃啊，奶味很重，大虾它那个起司酱还不错，什么鱼还行，挺有弹性的。总体还行啊，要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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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看着我们穿长袖像傻子一样。现在2点，但是他房间还没好。我们刚刚出去走了一下，哇，这都是汗啊！哇，这里太热了，一定要防晒，然后墨镜，不然我眼睛都要瞎了。主要的问题是我现在穿的是长裤、袜子，然后还拿着一个皮衣到处在走。热到变态，感觉要中暑。嗯，现在喝点东西好了。我觉得很悠闲，我喜欢这个状态。你跟猪仔一样，你还是猪仔啊？肥粉猪仔，猪子就是粉色的。Cheers！ 啊，有不是我。你有没有带剃须刀？完蛋了，4天以后我会变成渣男。啊 ！Hello， 我们到酒店啦。这里太爽了。太爽了，这个比我想象中好好多呀。这是房间里面，他还给我们放了一瓶香槟。Hello， 我现在不想出去，就想躺在房间里，怎么办？对啊，我觉得他房间里都可以啊。还有小冰箱里面满满都是食物，就是有喝的，有吃的，还可以叫 room service， 还不用钱，感觉就是不要让我们出去找他们麻烦的感觉。晚上的时候再去浴缸里躺一下，怎么办？不想走了。阳台的沙发，我感觉真的能躺一天啊！那个无敌大海景，就这个房间也太好看了吧！啊，我这样一直躺着，不想回去了。太喜欢了这个房间，比我想象中舒服。我们先上去玩水怎么样？好啊。哇，天气太好了，妈耶！Hello 啊，第二天啦。第二天。然后今天我起晚了，这个床太好睡了。没关系。现在已经是1点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吃中午饭，然后我们去吃那个吃龙虾。对，吃龙虾。我们现在要找到这一家饭店，戴了个酒店的帽子。你是没有戴帽子？我没有戴帽子，但是实在太晒了。好难走啊，这个 Duke 永远都找不到他。
也没有这个袋子会卖。那晚上再来吃。好啊，只要中午他们说一包吧。没事，我们先吃。随便吃吧，没关系。吃的都是自己的，果然是果橙汁兑水是最好喝的。其他兑水都不好喝，他们这边的果汁都好兑水。阿卡西来了，原来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好多啊。对啊。然后这个是 octopus 这种 chips。哦，它是洋葱和 octopus 一起，因为它们都是粉色的、紫色的，感觉很多，基本上都是洋葱。比较清爽，还很好吃，还可以。我喜欢这个，这个好吃吗？是吧？嗯，好吧，跟那个 market 就一模一样。特别少量。对，只要上菜，我和 Grace 能在五分钟内吃完。椰子果和 red snap， 这个是 fish taco， 这是 spaghetti。我点了一个花生酱 ice cream cake， 它是 double chocolate 的 mousse。哇，好花生酱啊！还不错哎。我点了一个，以为是虾的东西，但是 burrito。我的虾子呢？千万不要点这个虾子 burrito， 面皮太厚了。还有不要点那个 mango smoothie， 太甜了。我今晚我们一定要吃到龙虾跟它那个。我们算太节约了，这个好吃，这样好吃。很有果酱。Hello。我们刚刚吃完饭回去拍了点照片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海边。我们找到了一个雪糕。雪糕机。哇。好有趣。哦，还行啊，连线啊。嗯。还不错吗？还不错哎。OK。谢谢。还可以哎。挺水的。嗯。找到了。Gracias。我们现在回去拍水下的照片。现在我们要去拍水下照了。对的。今天没有太大的行程，就是都是拍拍，然后吃吃。很好啊，我觉得来这里其实什么都不用做是最爽的。对，我也觉得，就是很舒服。可惜的就是风太大，我们不能玩滑翔伞。对的。我们现在要去找饭吃，吃法餐。对，今天的目的是一定要把饭吃到。看一下在哪里？这 first floor， 在楼上。希望没有这么多人。要从 lobby 的楼梯上去。来这边一定要穿长袖、长裤，不然什么都吃不了。女生没关系。女生没关系，有个裙子就行。太暗了，一点灯都没有。你看，先顶上一灯的，一点灯都没有。这小蜡烛就只够我们两个看。那我先吃这个三文鱼，很奇特的质感，它是吃那个 jelly 的一样，还挺不错，味道还不错，一口干了。三文鱼好吃，咸度很够。然后这个鸭胸肉。还不错，还冷的，酸酸甜甜的，没有多少鸭子的味道，还比较普通了。这黄油太好吃了，如果他一直给我送面包，感觉是把那个黄油吃完，胖死的我呀！我平时吃面包都不敢沾黄油。都不给我点 bread， 我这个打死你！我忘记。哇，还不错啊，这个好看，分量还挺多的。哇，我最爱吃的 scallop， 再加点那个南瓜泥，好弹牙呀，好吃。很好吃。哇，它这好嫩啊！对啊，完全不用咬，感觉一抿就化了。嗯，哇，好喜欢啊！那你觉得三道菜哪个你最喜欢？
这个哎。牛排。呀，真的好嫩。但是他又不是说没东西咬。虽然里面很软，但外面煎的很脆，就是不是说死软死软，就是有不同的质感，我很喜欢啊。这个鱼也很好吃的，我给你吃吃看。鱼真的很家里的。嗯，哎，总体我挺推荐的。看来比比真的很喜欢吃牛排，停不下来。对，牛排很好吃。那我们赶快吃完，我们八点半吃完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去吃下一家。好。上面写的 come back soon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最后一天啊？刚才还有个人过来说，这是你们最后一天，希望你们下次再来。感觉好恐怖，感觉我自己在被监视。对啊，他从打电话找到我们在哪里吃饭。对啊。Hello， 我不吃完了。那家超级好吃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吃，要不就吃不回本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去吃龙虾尾。如果那家龙虾尾说太晚了没得吃，或者说。哦，我穿的衣服又不合适。你肯定合适。我就又生气一次。法餐都合适的，他那个龙虾尾算什么？我觉得这边最不好的就是这个什么 dress code。dress code 是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高级一点的其实都要。可是这样不就是支持以貌取人吗？就是他想让你穿的，就是体面一点。对，那种感觉。嗯，这个。刚才我们去吃法餐的时候，就有个经理跑过来说：“哦，你们晚餐又怎么样啊？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嘛，然后感谢你，下次欢迎再来嘛。”就是那个经理。我们吃完法餐来到了这家店，他又过来了，就是又在前台又看到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对眼，然后他开始笑，然后跑过来问我们：“哎，你们中国都吃什么呀？然后最喜欢吃什么 ？Mexico 还适不适应啊？”然后他就可能觉得我们吃太多。说什么食物能满足你们两个呀？这是他心里对话了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人还是很热情的。居然被他发现了我们一晚上吃两家餐厅的事，是啊，太搞笑了，很害羞呢。没用的，我们不吃面包。赶紧过来给我们点龙虾呀！前一秒的那个餐厅还疯狂吃面包，一个还不够，两个还不够，还点了四个。看到面我都不想吃，如果是肉我就还吃得下。你那是龙虾了，你尝尝是不是？很浓的海的味道，好像东北的饺子，芹菜猪肉。我吃不到，有点海鲜味，但是吃不到龙虾味。龙虾应该有龙虾味啊。龙虾味啊，啊，不是吗？那虾是什么味道？那鱼是什么味道？那是，那他们没有自己的味道吗？都是海鲜味。就是芹菜猪肉馅儿，让我想到了家乡的味道。中国。说得好。不知道为什么哎，这边人问我。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我都会说中国，我不会说我从加拿大那边过来。其实他们一直是问我从哪里飞过来的，但是我就偏偏回答中国，我从中国飞过来的，就很屌的样子。我英语说的还可以哦，这样子感觉。中国人可以啊。为什么？我在想为什么我会回答中国不回答加拿大？下一次吗？但是我是有思考的。La brusota, yeah, in Mexican style, okay? Okay. 哇，不，这个是那个龙虾，墨西哥口味龙虾。哇，好像很棒。先尝尝中间这个。好，这是墨西哥口味的龙虾。吃挺爽的，就这样，就是不用自己包。哇，这袋子这么大。嗯。它这 scallop 都好大，好新鲜，好新鲜哦。尝龙虾吧。嗯。还挺新鲜的。嗯。这墨西哥风味吃的好爽啊，不过还是那个烤龙虾好吃点。我尝尝我最期待的这个，最主要是有点酒味，还挺好吃的。
这里超级舒服，躺下哦。吃的好饱啊，我胃都鼓出来了，这风好舒服。哎，你在，让我充分享受吧。我感觉这里能躺一晚上。回家了，小猪仔。走。不要了。哎，捡到一个手机。哦，那个好好看，这里。哪个？坐在这里的话，就是远处看的。OK， 就坐在那边。排队错失的机会，传到中场，没关系，我排队，排队控制当中。没事，还要是往里面掉了。我不喜欢玩这个。排队胜利。有开，我兄弟。不过乒乓球你赢了，你是国人的骄傲。这个一点都不好玩。这个臭脚我赢了，没事，走吧。不好玩，怎么玩都玩不赢，不公平。回家了。走这边。好好。嗯，干够的好喝，尝尝尝。哇，这好烈啊！今天好好玩啊，谢谢 BB， 还是想再来。明天见吧。拜拜。